这里是东市。他一直在此处附近活动，但唯独避开了此处，应该就是这里。王爷，您说的这里在棋盘上看就是个小方块，但实质上这一方就足有300多亩，上百户人家。他那两双鞋底都沾了混有米糊的泥浆，这处外宅应该靠近一处正在修葺的宅院。拿了画像到附近问李正编制，这外宅我去找，你在此处善后。是。还有，你派几个人去各城门，以我的名义知会各领军卫对证，告诉他们有重要嫌犯在逃，务必让他们对所有进出城门者严加盘查。凡无身份文牒或身份文牒可疑者，无论他们执什么印信、什么凭证，一律不得出城，尤其是神策军装扮的人。明白。楚楚，你随我来。周将军，我离京之后，家人还望将军多加关照。关照是应该的，至于怎么关照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这个我明白。对了，杀冯介他们几个的那个人处理了吗？按老规矩办了，不敢劳将军费心。这些还望将军交给秦公公。走吧。就是这里，搜。是是。禀王爷，屋里没人。刚走没多久，我们来晚了一步。禀王爷，没有人。禀王爷，禀王爷，没有人。这个味道。王爷，你快来看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酸菜。酸菜？对，是黔州酸菜。黔州人都爱吃酸，我们那家家户户都会做这种酸菜。不过做这种酸菜得有母水，就是一种像老汤一样的东西，没有母水很难做得这么地道。王爷，你说这徐掌柜会不会跟我是老乡啊？有可能。如桂楼有黔州厨子，常年备有鱼腥草，这外宅又腌的黔州酸菜，许如归就算不是黔州人，也必和黔州有联系。灶台灰尘满布，很久没有用过了。这些储物罐子却是干净整洁，经常被移动。王爷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黑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手一滑。别动。这些豆子好像被什么坚硬的东西反复磕碰过。这些罐子藏过什么东西？古物可稀释防潮，平日放在厨房里只有主人接触，贵重小物藏于其中，旁人甚难察觉。这颜色和质地好眼熟，是如玉贵坊独有的流苏。如桂楼豢养杀手的钱款往来应该就在如玉贵坊，许如归租用贵坊的旧柜与杀手共用，一对符牌两人各执一个，两不相见便可完成交易。但愿撞的凶手还来得及。请上请。王爷呢？哎，王爷。景大人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找不到宅子还找不到王爷吗？王爷，如桂楼那边我已经料理好了，
前往通化门的那批官差在半路上遇到了黑衣人拦截，来人无意伤人性命，纠缠片刻就闻哨撤退了。等官差到达城门的时候，方得知神策军的周汉就在一炷香前刚带着一帮人出了城。领军卫放行前查过吗？说是查过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未免也赶得太巧了。怎么看这帮黑衣人都是为了周汉他们拖延时间的。我去看看，你带人去捉拿杀冯介等三人的凶手，务必要抓活的。去哪抓？这是如意贵坊。许如归应该是有一块如意贵坊的符牌，眼下符牌不在日常被存放的地方，许如归极有可能今日才去过贵坊给杀手付钱。如归楼如今被查封，杀手一旦得到消息一定会立即去取钱逃命。你带上许如归的画像盘问贵坊掌柜，就能知道他们的旧柜号码，叮嘱旧柜谁去取钱谁就是杀手。放心吧。还有这个，吴江派人送来的，我去安排了。走。查知楚楚出生之日，其父楚平之妻已过世数年，当地皆谓楚楚为楚平私生，然其生母身份不详。楚家在当地关系简单，唯曾与一孤寡巫医往来甚密。此巫医于五年前离开当地，目前下落不明。巫医？难道这就是给他讲六扇门故事的人？禀王爷到了。末将参见安郡王。免礼。周汉那队人回来了？回王爷，还没回来。他们有五人骑马，还有一辆马车。是，一个人赶了一辆平板马车，一共六人，末将都认识，确实是神策军的人。板车上拉着一个死人，虽然穿着是神策军的制服，但看着面生，说是得了瘟疫病死的，急着拉出城去烧掉。就一个死人？是，就一个死人。不，我是说车板上就只有一个死人。是，只有一个死人。一辆平板马车，一名车夫，加上一个死人，车辙印怎么会这么深？车板下方检查过了？没有，末将只注意到车板上那个死人了。这是他们的障眼法，车板下面恐怕还有一个人。放行，撤！末将失职，请王爷。好了，事发突然，也怪不得你。日后过往盘查，务必要加倍小心。想来周汉他们不久就会回来了，你们只管让他们进城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余下的事，我自会派人来料理。是。这也看得出来。